过袁甲凭借着20年的手速，一拳将秦叶打倒，此时已是疲惫不堪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些废物徒弟竟然拉着他去隔壁酒楼不醉不归。这时推动剧情的小青年出现，这一刻他的内心躁动不已。霍元甲拖着疲惫的身躯从酒楼中出来，他从龙静孙口中得知了秦爷的死讯，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金门第一。可他心里却是从未有过的空虚和疲倦。顺着地上的血迹看去，此时的母亲已经倒在血泊之中，还没来得及悲伤，他似乎想到什么，不出意外，5岁的女儿也成了冰凉的尸体。霍元甲知道是秦爷义子干的，他提刀上门。人是我杀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丹娘，保重。老六自尽，都不给霍元甲一个报仇的机会。当初挑唆霍元甲的是他，灭门霍家的是他，现在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也是他，真不知道他站哪边，有可能是和阎王一伙的。霍元甲看着秦叶的妻女，可他怎么能下得去手？刚出秦家门，徒弟们就让他明白了自己有多傻。你对师父说，你都做了什么？说。是我和秦爷的小心，从前在心里，秦爷在惩罚我，是我。这些事情，其他弟兄们都知道的，我以为他们会告诉你的。此时的霍元甲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亲人朋友已是一无所有，他没有勇气面对自己，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